小朋友，我是你楼下的邻居。今天我们结婚，来送喜糖。喜糖来了。不对，刚才我没出声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小朋友？啊，嗨，小朋友，喜糖。你家几口人啊？两盒够不够？稍等啊。奇怪，结婚应该有车队，怎么就停了一辆车，也没贴红纸。下午送喜糖，时辰也不对。爸，银器来送喜糖了。不是说他自己在家吗？不可能啊。有人。那个我们赶时间先走了。小朋友一个人在家时，不要给陌生人开门，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，因为坏人会用各种方式让我们放松警惕。